夜幕降临，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。它叫毛阿波营叶甲，以海域的叶片为食。此时毛阿波营叶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。突然毛阿波营叶甲停了下来，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。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，始终无从下靠。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，他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，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叶甲这样的饕餮。一旦毛阿波营叶甲咬下叶片，就会中毒而亡。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，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，开始画圆。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，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毛阿波营叶甲的博弈中败下阵来。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，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。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，可以尽情享用晚餐。快多以后，毛阿波营叶甲仔细整理着妆容。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，毛阿波营叶甲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，相互制约。更为精明的小叶甲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，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，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，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。天亮后，阳光下，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，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。波营叶甲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，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。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，而不会被折断叶片。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叶甲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。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，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，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。每10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，能够长成参天大树，更是凤毛麟角。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，哪怕1厘米的差别，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存还是死亡。
Thank you.